高门死了，大小姐失踪了，二小姐连葬礼也不来，就剩三小姐了。我这不好意思，迟到了。姐夫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哟，小哭包，怎么叫你大姐来给你出气啊？大姐没有死，她一定会回来的。她死，离她远点。这不是二小姐的未婚夫吗？兄弟，你悟性可以。残疾人确实不好伺候，依我看，早点换人。父亲的葬礼，你收敛一点。父亲，穷小子，我告诉你，你还没有正式嫁入叶幕家，别叫的那么轻。哦，忘记说，今天过后，叶幕家的 CEO 是我。你是谁啊？你有病吧？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的 CEO 没了。如夜我们谈恋爱，心为爱而开。平安回来就好。别假惺惺了，我的车难道不是你动的手脚吗？说什么呢？我那么爱你。放开！不放。你的每一个拥抱都让我觉得恶心。袁医主在哪儿？不是你藏起来了吗？你应该问问你的好妹妹，那天晚上发现了些什么。我恨你，但你死了，就不好玩了。我们的约定依然有效。你来了，南城。怎么不关门？在等你呢。那我抱你上床吧。别演了。如果是韩文远爱的，我可以杀了他。那天晚上，你到底听到什么？嘘，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。你怎么了，爸？爸，救我！站住！救我！娘。三日前，据叶幕男主说，他的刹车出了故障，不幸落水，是有人动了手脚。韩文宇，出事前一天你曾有过车，这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吧？那天我用完车，把事情的车库就离开了，
有监控，你们可以查。当天那辆车停放的位置。摄像头监控数据损坏了，听说你擅长黑客。如果警察叔叔需要，我可以帮忙。电梯监控显示，你当天曾出入车库。你没有驾照，去车库干什么？我去南岳车上帮他拿点东西，他可以帮我作证。去拿什么？包包。是，那天我肚子特别不舒服，就麻烦二姐夫帮我跑一趟。听说你们是同班同学。是，他很优秀，二姐能有这样的未婚夫照顾，我特别替他高兴。我是不可能害大姐的，她是我们三姐妹的骄傲。两年前你曾报过案。是。车祸导致你双腿残疾，而你本人也。终于定了。这辆车是爸爸给你的奖励。以后不主成臣的姐姐了。那你后来又主动撤案是为什么？是我想多了。别怕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，照顾你一辈子。你要说到做到。对不起，是我想多了，给您添麻烦了。应该的。今天将在叶母家组织宣读叶母总的遗嘱。宋律师路上追尾了，晚点到。大姐，那我们先吃饭吧，肚子好饿呀。月月，好玩吗？嗯。制造意外，好玩吗？我这双废腿也是拜可爱的月月所赐。月月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对不起，二姐，你没事吧？你可真会演。谁让池诚喜欢你呢？一个残疾人，他总不会喜欢了吧？月月，难道我的车也是你动的手脚？对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谁让你这么对爸爸呢？那我呢？谁让我亲爱的二姐明知道我喜欢池诚还非要跟我抢？池诚是我的忠犬，赶也赶不走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南墨，我是真的喜欢你。这是我的车恢复的行车记录仪，我亲爱的未婚夫，你想不想欣赏一下我出车祸前你对我的车做手脚的英姿？我们这个家早就翻了，翻臭了。我亲爱的未婚夫，你想不想欣赏一下我出车祸前你对我的车做手脚的英姿？月月是主谋的话，你就是帮凶。南墨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都是因为他，是他勾引我，是他在我的酒里做了手脚。师父，他告诉我，只要听他的话，你就再也不会离开我。看到了吗？你的情夫根本不在乎你，这样的男人直接丢了就好。月月，让我们做回好姐妹不好吗？是啊，你是学校的风云人物，
人人都喜欢你，连他也不例外。你毕业了，他还是对你念念不忘，甚至不惜接近我，就是为了套你的消息。我视他如珍宝，而你却把他当根草。你明明不喜欢他，为什么要答应他的求婚？够了，今天是父亲的头七，你们在干什么？装什么？我们这个家早就发了，发臭了。今天我们就来一笔笔的算清这些账。好啊。信不信我会毁了你一辈子的心血，让你入不了院。父亲死了，我知道谁是凶手，我一定把我该得的抢回来。大姐，爸爸是怎么死的？高血压引发的脑出血。你撒谎！是不是你害死爸爸？你根本就不是亲生的。这么多年你一直在利用我，你不够给我面子，一点都不给我留。就凭你掌握集团这么多核心机密，你信不信我会毁了你一辈子的心血，让你出不了院。哦，可是他把集团留给了我。我说律师为什么迟迟不来，今天他是来不了了吧？大姐，啊，坚持住我吧，爸。那天我在房间了，等月月回来一起打牌，听到了房间传来激烈的争吵声，我感觉有些奇怪，进了书房，发现了大姐的秘密，所以我猜父亲的死肯定和大姐脱不了关系。大姐根本就不是亲生的。父亲的死肯定和大姐脱不了关系。原来是你。和月月挑拨我们姐妹之间的感情。你们姐妹之间有感情吗？你不过是利用我去当你父亲的挡箭牌，而你只在意工作和金钱，什么时候在意过你的两个妹妹？还有你就是个倒插门的董事长的工具，大姐根本就不爱你。这个家里只有月月对我是真心的，只有我们才是真爱。你笑什么？在两个女人之间反复横跳，咱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可是真真爱啊，佩服。多谢，我可是有三分之二的概率。你们的那份遗嘱是假的，这才是董事长的亲笔手书。大姐、姐夫，你们一分都没有。你要干嘛？杀人灭口吗？是不是你害死爸爸？你根本就不是亲生的。哦，可是他把集团留给了我。你们的那份遗嘱是假的。你要干嘛？
杀人灭口吧！嘘，法治社会，不要乱说话。他们给多少？我们给双倍。你也太小看我了吧！ 现在你一分，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我太晚了，来念吧。 你现在爱我，还来得及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不过是父亲派过来的一条狗。爱你，做梦！我告诉你，你手上的我不认。 周冷律师，从中作梗，这么简单的事情，我会不知道？韩文宇，你又输了。是啊，我早就输了。累了，韩文宇，你这个杀人凶手。 还想对我的姐姐做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别动，乱动的话会死哦！别动，乱动的话会死哦！ 南木，你干什么？快把枪放下！就不告诉男主，你做了什么？不说，现在就会死！你这个疯子！ 我说，有天，爸，男主和父亲发生争执，救我！父亲病发，是我们计划好的，救我！
说不出来了，我来替你说吧。！救护车，我找药。 爸爸的降压药早就被他换了，真是个人渣。 父亲病发，是我没计划好的，现在把遗嘱改了。放开我！救救爸爸！你救救护车，我找药。爸爸的降压药早就被他换了，真是个人渣。除了我，谁都不能碰他。 是不是只要我结婚，您就把股份都给我？你是家里天赋最高的孩子，只要你结，我就给。说到做到。你以为我在意的是财产吗？ 我要什么，你真的不知道吗？南木，你疯了！南主，你要什么，我全部都会给你。我原本以为，我只要一直装残疾。 你就会多看我一眼。大姐一口，南妹一口，一切纯属虚构，我们姐妹相亲相爱，一家人。